日前，我是歌手节目组公开了今年首发竞演的歌手名单，汪峰、JCG、张韶涵、李圣杰、李晓东、盖、张天将在首轮中进行一番较量。在七位首发歌手里，有乐坛半壁江山封号的汪峰，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据了解，他确定加盟歌手二后，就在五天时间里列出了近700首的歌单，并一一解析，思考如何重新改编歌曲，放在舞台上演出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好期待呀！整理报道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